中国之门徐徐打开，一个古老的民族从开放之门走出，扬帆出海，走向复兴。世界之门徐徐打开，一个青春的世界从迎宾之门走来，和谐欢聚，共创辉煌。徐徐打开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之门，开启的是理想的大道，集结的是知识的力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来自五大洲的大学生运动员即将迈入这座属于他们的青春之门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世界没有距离，从这里开始，未来充满希望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运动员入场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please welcome the athletes of the 26th Summer University at Shenzhen. 大眼睛人。如果放在冰箱里面，那个卤吧，气死！这死啊你！那不能过了。那不能过了，我没有那个水的嘛。我清醒吗？我穿搭美女那么出名啊，我不可以啊。伊拉克，怎么都要跟你一样那么出名啊？跟你也出名一样，全部都大学了，你考医生都考不上了。哎呀，你考卫生间。大很，大很，就是要画画球叫人家作业，你这就做买了你。给你做耶，那么秀，你供人来秀，供人来你娘子，人家都不做了啦。